玩扯破不相信队友怎么办？我等一下就会示范你我怎么样不相信我队友。充满负能量的游戏，还是你平常生活就当中就这么多小确幸了？回到家开个电脑上线打一场英雄联盟，塞一点负能量，你明天才会更好的过活啊，对不对？没有负能量哪来的正能量？为何带跑速？跑比较快啊？难道是吃比较饱吗？怎么可能？当然跑比较快啊！公三小，我讲的合理啊，这不就跟你现在问星期的时候你为什么带鬼步，他就说跑比较快啊，不是，回答了也要被嘴，妈的。我们把这个奇幻旅程改手动比较好放，看个人习惯，我觉得手动比较好放。不跟蝴蝶双排了，蝴蝶忙吧。画面怎么那么糊？干，真的假的？画面糊，就那个啊，吃夜王醋啊，不然嘞、欸，画面真的糊吗？还好吧，我打的那个直播的设定已经很高了、欸。你跟我讲糊，就1920×1080，你在那边跟我糊，你缺夜王醋了啦，真的，跟着讲真的。摸石怎么那么胖？白痴，你也缺叶黄素，真的。不然你问聊天室的观众，我是不是瘦的？你就是也看不清楚哦。先打小的，两个先打一个。老师没教你吗？出事！不是，你怎么都一直你在砍？没血了。B A A L E C L Z E B U B 九个月，不9913个月，谢谢。有眼是不是啊？
他插眼了。0427河道眼。叶黄素跟减肥药一起是会怎样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到底在攻三小？先让他退吧。我觉得这 gank 真的打起来也没有一定会赢。布朗姆前面很强。反正你有给到压力就好了。画面明明就很清楚，会唬的都是部落电脑。A lion is best. Bad, bad 你妈的 bad， 部落狗，不联盟狗，讲错了，讲到自己人了。为什么他要一直来啊？不是啊，哇，你这样会出事，真的。快跑快跑，不是不能来，只是。稍微等一下，我们这个兵线刚刚没有控好，而且也没有那么好的时间点。我真的觉得不行哦，不能这样打哦。啊！等，真是硬要，他一定跟那个老鼠有仇。插眼了，好，隐形了，快跑！艾克在中欸，没事没事，逼到虚弱，逼到虚弱。下一波小兵撞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用推的。这样兵才会多，进去的速度才会快。然后这波你可以选择要回补，或者是那个，哇，他回补了 ！Oh my god， 他终结了！啊，对面炸啦、啊！他怎么会这波回补？哇，操嘞！掉了至少。七只，六只，六只，差不多。莫名其妙赢到12只，他刚那一波不能回补的，自己把自己搞爆。可以打，可以打啊！为什么他不直接上去？哇操！算了，感觉打得赢再说。反正他们喜欢堵我。他要控红。我们可以进去。哇，就是都中路，降过support没有闪，哦，走了，
想吃冰嘞。感觉可以带不下路哎、点掉吧，点掉吧，他们老鼠爆了。点不掉啊。support 没闪 ，AD 也没，哦 ，support 没闪没虚弱。卡一下兵。他将个，他蛇破才敢跑线，他 AD 就要爆了，他 AD 炸了，蛇破在这嘛，有可能在吃勾人，没有，先跑先跑。老鼠刚往这边走，好、哦、回去了，小心。刚好像往下了，然后撞到了。打起来会赢。张狗靠下。哇，张狗来太慢。好猛哦！我刚不想搭那个 AD 的啊，可是好像要搭，搭的话我们家 EZ 可能不会死，可是我一直在等我们家葛雷夫过来，有点卖了，算了，反正不相信自己队友。点下塔，点下塔。刚那个老鼠开大的时候，其实我可以惊那个老鼠的，我们 AD 就不会死。可是我贪心，我想等葛雷夫来，然后再反打，然后 AD 就倒了。
勒布朗好像往下靠了，闪远一点。一堆人呢，烦死了！为什么他还有大、啊？没办法，太多人了。算了，其实还可以，因为他浪费了很多时间。然后中塔应该点掉，对啊，中塔点掉就没事，还行还行还行。而且星期的完全没有人抓的话，其实还好。哦，他们点不掉，傻逼，又他们没点掉，那我们很赚啊。欸，好像不会掉欸。我先去冲，我先去冲，老鼠跑了。三个人在抓他，老鼠还是不见，老鼠在这。啊，下塔可以点掉。哦，结果我们下塔还没掉，好爽啊！我操，不会出事吧？哦，差了这个眼漂亮，可是他们有可能会吃，吃掉就没办法。哦，可以守这条龙啊，可是守不大住，我觉得。哇，差点要死了。打傻了，他怎么被毒死了？好险我跑比较快，走走，吃水龙吃水龙，呜掉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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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，吃水龙。傻逼，超傻！星期很肥啊，他是农
他这样农很容易就对面就崩盘。我们可以开中哦，可以直接开。对面勒布朗不在，哇，没中，卖炸。告诉我前行，走，推上，推上。我感觉我要被勒布朗丢了。嗯，红拿掉了吗？他们勒布朗嘞？哦，找到了。他们有那个蓝。取消了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没这么衰吧？妈，按到取消，这智障！他们蓝友，他们蓝友，他们蓝友。老鼠在红 buff 区。哦，蓝掉了。哦，这个转线不大好，因为它有那个，它有那个狼魂，很容易被看得出来。犹豫要不要进来？走走走，拉不了在中。白痴，他在那边 juke， 然后自己死翘翘。谢谢订阅 ，ALVRT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完蛋。No, no, no. 两个啊！没关系 ，OK 的。想说抖两下应该不会死，就死掉了。欸，我后来发现我钻进去我会变企鹅。欸，这么高级哦。
球，没接到。这什么龙？风龙还好，看要不要吃而已。来了，他怎么都没 Q 进去啊？哇！阿奇也是刚撸进去啊。老日人没开到，刚老鼠好痛哦。刚想说要钻进去的时候，然后就死了。而且我们 AD 魔剑之中还没叠满，快了快了快了，27分钟，快了。守一下中塔吧，他们应该会推。守，慢慢守就好了。先守一下，因为他们也没东西可以拿了。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开战。杀小啊！不是啊，跑过去冲他小。我要取消 TP 了。手中手中
蓝快升了。对面就是什么都没拿到、哎、又练财了。后面的大罐子好眼熟，摸屎安安安安他要毁了吧，他如果再点的话我们就把他中他给点了，他没魔了。哇！我直接被秒，上 AD 吧 ，AD 死了。葛雷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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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死了。眼睛还没有布完，然后雷文找到机会直接闪现。哎、欸，他刚刚是晕晕四，没办法。我眼睛不玩的话，就不会让他有这个机会弄了。秒不掉哦，你们两个，哇，是不是要炸啦？这是什么垃圾龙？风龙啊，算了，还是擦一下眼好了。冰老师欸，按都按不出来就死了啊！NKBK 25个月，谢谢。马起直剑装了，要四剑了。他这要出什么？帽子？你要死啦！好，没出装。你要死啦！狮子套餐，有可能直接做、哦。海克在中，这要守，这在，哇操，哇，是不是没戏啦？这游戏。我不能回啦，回的话掉八龙。
到底打个屁啊！这个雷文每次都从后面直接嘟，不用打、啊。要死了！哦，杀不死，哦，杀死一个，杀死一个，开心开心开心，杀死一个至少不会掉八楼。哇，你会死哦！好水的水饺。这 AD 等级差的有点多，打起来会输。AD 怎么跟我一样等级？206。一堆直眼呢、欸，一个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过不去了。要不要直接 rush 一个、啊？没听到，可是好像会赢。虚弱了，白痴老鼠打不死，他妈的，我一定要杀死你！